不进去。我看他们都进去了，我想等等你，这样比较有礼貌。我对你表姐没兴趣，尽量也让她对我不产生任何的兴趣。所以，你在车里说的那些话，其实是在帮她吗？我的职业是什么样子的，不需要让一个外人去了解，更何况是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，更没有必要对她去做什么解释。懂了吗？嗯。还有，至于为什么在车上点破我们认识，不是想让你难堪，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坚持下去的谎言。一会儿我的表弟就要来了，他认识你，而且他一定会说实话的，所以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假装我们是陌生人。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们不是陌生人。心里舒服了吗？嗯。进去吧。来来，过过来，哎。怎么了，大哥？我问你啊，你认识韩商言？啊，他人怎么样啊？我也是，才认识一个星期，我就知道他电脑玩的挺好的。我是问他人品怎么样，是不是真的不务正业，还是他装出来的？电脑玩的好也不代表不务正业吧？那你觉得他跟你姐他？你觉得？哎呦，大姑，我手机那个有震动，来电话了，我同学要接个电话啊。哎，雅雅，对对对，我在跟我们家人吃饭呢。今天行，那我结束以后再。是啊是啊，你说你说。哦，是这样的呀，那我晚上回去给你好吗？现在可能有一点不方便。哎，小白你来了，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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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呀，哎。小白，这是我的外孙。就是刚才您说的。对对对，现在长那么高了呀！哎呀，长得这么俊俏，有没有对象呢？还没有呢，等你介绍。这是他给你的礼物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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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给你都放在这儿，这块好棒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这么客气，你看。来，坐下。怎么回事？来来。什么？那个喜欢你的女孩怎么联系上？啊，我们是世交，爷爷让你跟她相亲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就说了，爷爷回来一准没好事。那要相亲也是给你相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相了呀，迅速解决了。你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吧，啊，我可帮不了你。哎，你过来。来，我给你介绍。哎呀，刚才忘了介绍了啊。这就是我外孙吴白，哎，年。哎，那，你爸妈妈在他小时候见过他呢啊。哎，过去，你们俩过去坐，来，跟着过去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多聊聊。哎，我这外孙。也学计算机的。哦，是啊，年，你们俩是专业是一样的，肯定有很多话题的啊。喂，跟人打招呼呀。哎，我认识他。你们认识啊？他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不，这，我不听他的，我听你的。小白，你说。具体的呢，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俱乐部里的人都喊他大嫂。大嫂？不是。
年年，你不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吗？年年，你过来，过来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忽然蹦出个男朋友了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、啊。我也不知道，他真的不是，这不是这么回事。阿姨，您还是听我给您解释吧。谁说话？你闭嘴！你再说话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爷爷别生气，您看年年也很委屈，您知道这中间怎么回事吗？东南啊，你姐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我不知道具体的呀，反正我姐是喜欢他。你胡说！我说的是实话呀，你不是对他一见钟情吗？别说了，行不行？东南。不过他俩到底什么时候好的，我是不知道，估计是在广州那会儿。你闭嘴吧你！行了，你坐下吧。我们家开明，这交朋友啊不是什么坏事儿。小韩呐，你大大方方的多好啊，是吧哥？大姑，你们真的误会了，我跟他真的没有。大人说话你不要插嘴，没有，跟他。好了，韩爷，没事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都不是小孩子了啊。小韩，今天就算是咱们正式认识了啊，以后有时间呢，多来家里坐坐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韩先生他是很忙的，你就不要难为人家了，好不好？其实啊，早该就说清楚。说清楚了，我们大家也不用一顿瞎忙啊，是吧，韩叔叔？这，过去跟叔叔阿姨问个好，今天啊，就算是第一次正式介绍，过去问好啊。老人家年纪大，真顶撞起来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，还是大过年的。现在在座的长辈看起来是咬定了我骗了小姑娘，还不肯承认。去呀！叔叔，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韩商言，和童年在一起没多久，没有得到他的允许，所以不敢贸然的登门拜访，还望叔叔阿姨见谅。来，坐下，哎，好了，来，今天大年三十，大家都开开心心、高高兴兴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哎，对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放到明年再说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对了，咱们今天都开开心心的，来，大家一起来举个杯，好不好？啊，来举杯呀，来，事业顺顺利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服务员，哎，服务员上菜了啊！哎，好，知道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要不是看到他是韩家的人，我怎么？你说他比年年大多少啊？他对呀，他真是比年年大不少。不学我你。小白，总部那边打过电话要来找你，你跟他们回个消息吧，跟我出来一趟。别吃了，出来吧。